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可以的。约翰加起来玩什么？玩什么？我，你看我怎么跟你打羽毛球呢？我打球还不到你玩呢，对吧？我接发球，发球我根本不会，我怎么跟你打呢？赛期要差不多一样吗？差不多的。多点多多多点。还有高一点点，还是要增加自己的。你呀，就棒啊！就是我是一很勇敢的东西。对对。要勇敢。勇敢，但是你还是。知道了，就知道了。素质就是素质，还没到就还没到。就玩一玩嘛，哎呀，陪着玩一下嘛。你一直在叫我跟金山去这一场，我就问打球。所以建明说你为什么不上他？我怎么上？我站在那就挨打，是吧？哎，不怎么出就丢，他怎么我都没得打？人家一发球我都没得打。我就是知道，我不想练，慢慢来，就跟差不多水平，或者比我高一点点的练一下，这个太远了。好你
Thank you.
Yeah.